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现在时间呢是晚上的9:59，我要来打工会副本了哈。今天一定要超级准时啊，我想要前几名进去的。好，还没开吗？开了吗？10点了，还没开。我要前三名。今天梅川不在啊，梅川今天去哪里？为什么还不在？好了，我们等一下好了。饭团魅力是什么？现在大概多少人？大家记得吃药。梅川不在的话差很多耶，因为他是很强的法师。哇，这样看起来好好笑，这样看起来大奶妹子哦。啊？大奶妹子没有啦。哦，你看他那里是？你看他哪里？啊？你看他哪里？你看他哪里？我看他的脸而已啊。先稍等一下哦，好，现在还在等，等开团。姐姐，我跟你讲，不要误会，爸爸没有什么特别的小心机，就单纯玩游戏而已。好。第几名？我看一下。哎呀，第三名啊，各位朋友，第三名进来的。今天呢，就是努力的把梅川老师没有进来打的份呢，努力的打下去。我们先去打小怪。好多人三转的哦，真的好多人三转了。可是我现在三转的材料还蛮。缺蛮多的哦，老实讲，缺蛮多的，还有一段路要走。虽然说等级已经够了哈，55级就可以三转，但没关系，就慢慢来吧。优级转职书这一张不好做啊，75个优转，1250个转职信物，300个墨水晶，这个还好，这个快达成了，就这个，啊，这个优转的数量不够。转职信用数量也不够，但金币够了，金币4000够了。今天的话呢很期待，因为今天我不管怎么样在运气再不好，我都可以收集到110个狂气精华，然后去做一把紫色的武器造型。好，今天明显人比较少，来到了36个人。36个，我们先看一下目前进场的有谁啊？有饭团妹莉莉是什么？哎、欸，来哎、欸，好玩晕船坐小船，好好苦的 ID 哦。还有我，然后再来秦九依然 ，Jessic， 元气少女，雾极打吉吉国王，小花暖01010111101，饭团叉莉莉，还有这个肖 Melon Minic。01100100101，这两个人真的很好玩，要把别人杀了之后，别人可能会误以为他是他，这个 ID 真的太像了。然后这个是 Shohei Ohtani， 这应该是日本人吧？正男 Jesno 暗黑翻翻仔假设匪西月，还有女气男生叶风天饭团 ADD， 还有萨摩尔阿尔尼尔斯皇家礼炮院柚子拿豆小帅哥维巴亚马。饭团尤莉莉啊，我们老友啊，还有西鬼新娘，还有 Anyu 冰姐威士忌跟饭团居莉莉。好，那哎、欸，我没有在打完，近一点，近一点哈，近一点。36位朋友，今天会比较辛苦啊，好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推到最后一只王，真的比较辛苦。我看一下我药水有没有吃，我这个该吃的还是要吃啊，不要省。这个。好，吃了，再来月光保护符咒吃了，再来太阳战斗符咒吃了，再来，哎、欸、啊，我那个怎么不见了？好吧，那我立刻来制作好了，制作一般活动，哦，可以，红叶可以做碧森林药，我可以做蛮多个的。这先收个100个好了。
这个是什么药水啊？防御二，这个也可以做个一个。吃了哦，碧生灵药在这边啊，没注意到，好吧，原来我本来就有了。OK， 好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激战之地怪物还差5000只哈，还差2000多只，我才可以拿到库伦门斯兑换券哦，所以晚一点我要挂。激战、哦、不能再挂那个符内的地图了。好，现在37位朋友，半子笨猪他也进来了，还差13位朋友。好，很棒啊！今天打到了这些东西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消灭工会副本首领一只。这个先打开，狂气尽管开到2个哈，确定110个有了，2000个工会铸币，一颗冰类啊也不错啦。好了，那我现在还是等一下，我待会等第三只王的时候再来开，好，开一下我的紫色武器。又进来一位朋友了，西罗大帅顺，就是在这个云岭拥有大片土地的西罗大帅顺国顺兄。发现蔡叶锦，大家都知道，大家都知道他是那个大地主啊，种菜的大地主。看到毒蛇大壮就很有兴趣看一下，他可能是在追剧哈，追剧错过了。哎嗨，追剧，哎嗨，你追剧错过了。收集的部分也点一下好了，不然的话很占空间，我现在空间很缺，也没办法再新增更多的空间了。我现在包包200个已经开满了，但常常挂机挂到最后都是包包都满的，没办法再开，没办法再挂再吸到东西。看一下他们在聊什么。明天我就开轰，这是大谷奖品的意思吗？秀黑啊，对啦，秀黑，大谷嘛，奥塔尼，秀黑是大谷奖品啊。好，得到的好像是一个律师在帮上一位小三洗刷冤屈的，没打的可以先揍。这神诺说我知道66是吟游诗人，饭团的利益是什么？不够我贴人。奶妈刚刚不是还在，怎么人又消失了？雪花纷飞，哎，也进场了，很棒很棒。好，我找一下人加我一下好了，不然我现在走一个人比较危险。哦，好快哦，这个怪物消灭500只。好，我们可以去打解放者格莱尔了。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双金了。好，来了，格莱尔。好，那我现在就把狂气精华拿来做紫色武器吧。我是双手剑，不对，是双剑哈，双剑。哦，每次都会搞错。我记得我一开始第一把那个蓝色武器的时候就拿错哈，拿到蓝剑，结果还是持续的用绿色的武器造型啊，这次不会再错了哈。召唤英雄双剑武器造型制作好了啊，这个喜悦说：“嗨，晚上好，记得喝水调高哦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”来了，这是我们9月份最后一场的工会副本王。哦，这个动画很棒哦，因为你只要开到特别的东西的话呢，这个石门上面就会有个特别的雕刻。好，来看了。
啊，那紫色武器也是有分比较好跟比较差的，啊，希望可以抽到这个攻击高一点、命中高一点的紫色武器的。啊，这动画真的好帅啊！来了，痛苦之怒，这把是怎么样的啊？我看一下好了。哎，这个也能够转换呢，还不错。哇，怎么跟我原本的差不多？我原本的痛苦火焰啊，痛苦之怒的话是首领型，最佳伤害26，但我原本的是技能伤害15。哎呀，差不多哎！天啊，我是不是要转一下？这是痛苦热情、痛苦红焰、痛苦保护、痛苦火花。痛苦猛进，痛苦烈焰，痛苦斗志，痛苦存储。那我刚好插到了，抽到的是这个比较差的。哦，原本的就是比较差，因为我那个是45级转职的时候送的，结果现在也是抽到比较没那么好的。好想要再转一次哦。可是转了其实意义也不太大，因为紫色跟紫色其实差距就一点点而已。哦，我觉得。我觉得应该是要把它先收了啊，以后应该有机会抽到重复的，然后去拼金色的。因为像这种数值比较差的，抽到的几率比较高，所以比较容易再继续抽到一样的。好，现在已经来到40位朋友进来的小帅哥，还有多文老师的奶妈，好吧，领出来，就这样。哦，钻石很珍贵的，成长度多了500。那持有效果的话呢？双重伤害一，双重伤害抵抗一。好，继续。Go go go！ 查看大礼堂状况。哎，对哦，我刚刚应该是要趁有活动的时候来抽哎，因为有些活动是会，就是会需要你去抽紫色的武器造型才可以满足活动要求，结果我现在就抽了，就把它领出来，好像不是那么聪明。算了，有些时候抽卡就是一个 Kimoji 的感觉。好，一样开一下，一颗。1000个底的底的，这个呢，2个，啊，这个还要再收集一段时间了。现在 EAR 也快200天了嘛，200天才制作第一个，哦，所以我还要再等200天，一年之后才有机会再做第二个黄系精华的紫色武器的。看一下现在的武器，双剑，然后看一下特罗那个双剑。嗯，我觉得我的比较好哎，我的武器的话呢，就是你看到我的武器的话，一般攻击就叫伤害8哈，明显还是好很多。好吧，目前的话呢，如果我要换，除非换植物了，不然的话其实换的意义都不是很大，差距都很小。15000，伯肯蒂家族的盾牌97000，防具。现在紫装蛮便宜的，不会很贵，10000多。哎，这个9800，因为这个是手镯哈，这个出的几率比较高。好，打完。饭团妹莉莉是什么？说伤亡喽，大家好，该补的药水什么的还是要补一下。然后这个也吞一下。莉莉去刷牙。现在10点多，小朋友要睡觉了。
开一下这个。好，现在18条血，来抽个卡好了。抽，抽坐骑好了。我现在坐骑有6格11抽嘞，好多、哦。这个是200日特别召唤箱，那一样我们抽坐骑吧。好了，我现在有蛮多抽的哦，6个名船耀眼坐骑11抽，然后还有4个耀眼武器造型11抽，跟1个召唤夕阳坐骑11抽。先从这个开始好了。好，没有，再来。也没有，再来，这个不好闪，哇，全摆，再来，还是没有，好，不过蛮多绿色的，再来，哎，有了，哇，碎了，急走王宫黑马，好，再来。抽到一个蓝色也不错，蓝色的几率本来就不高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抽武器造型，就是看石门上面有没有特别的标志。哦，没有，好吧，那跳过，再来。弟弟，快去刷牙。好，再来。是不是快死掉？为什么我的萤幕一直显示红红的？为什么厕所？好，都没有闪啊！这个正常发挥，我快死了、欸！天哪、啊！好，应该也没有问题啊。啊，这次的话应该今天也是没有问题，可以打败这只王。目前的话呢，他还有14条血，那剩13分，有慢慢的追上。现在大家都越来越厉害了。等一下叫预言来挂，预言在召唤，夜影进了吗？挂一天都没技能书。天哪、啊，我的水不够啊，带太少了。好，最后一个11抽，好啦，来合成一下。我好像有4只蓝色的，我可以拼紫色了。好，哇，只有1只蓝色的，好难哦。好，我可以拼紫色了，来，好，点一下，哎，是紫色的吗？好吗？急走盔甲炉，没了。好，来用武器吧，武器的话蛮多绿色的。哇，一把蓝色都没有合上去啊！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成就。我看一下我目前的排名，目前的成长路排名来到哪里？天哪、啊，掉到200名外了！好了，我再去搞个神器，应该就上去200名内了。等级的话，等级的话还有564。所以代表说我的装备跟我的一些东西没有跟上，我还要再加油一下。这个啊，这个没有装啊，骰子这个少了，这个装的话应该就200名内了。
这个应该就比较没有必要去动它，这个真的要冲到加七很难，已经极限了哦。现在就是纯钻石吧，看看之后会不会有新的商城视频，有商城视频再来搞。看一下在现在在聊什么了，我看到有人死翘翘，我在做什么？哦，各位朋友，如果说你们有种子可以给饭团妹莉莉，因为她真的很认真在玩。我觉得我蛮意外的，我竟然没有死掉，哎，是因为我的队友很强吗？把我奶回来了吗？西月萨摩尔依然，可是他们都不是奶妈啊，还是说我们现场里面有人可以帮我补血？哇靠，说死就死了，哎，我快没有水了，我去补个水好了，补个水再进来。好，600罐应该够了。够，消灭残酷铁心科德许。这是什么？充溢炼金术无极品。其实 CP 最高的永远是通行证啊！通行证如果说有的话，就先买啊！这个 CP 值是最高的。这个好便宜哦，这个200钻哎！欢庆200日召唤通行证，好，这个一定要买。耶、yeah, ，太棒了！又一堆可以抽了，好。会打完，然后边打边抽。抽坐骑。哇，全白。哇，还是全白，天啊，这白率也太高了。乌鸦在叫的声音。好，还有不少。好，最后一个名传耀眼坐骑11抽，我很好奇有没有人抽这个抽到金色的过，这个抽的几率好像特别低啊，跟商城商店那些比起来感觉几率有比较低一些些。哎，又回到一只蓝色的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应该很快的，我又可以再拼一次紫色了。我紫色也快保底了。其实也可以抽炼金的，炼金也还蛮不错的。但是我现在快没钻石了，很尴尬。剩两条血，哇！我先去旁边好了，我快死了，哦，死掉了。好，哇！有几位朋友在这边发呆，好，应该待会就醒来了。Go go go go！ 小月亮，小月亮是一位女生，玩 MMORPG 游戏的女生真的不多。而且还是自己玩的，很好奇为什么当初他会想要玩夜鸦，
真的是很好奇，是因为他想说这个游戏很多男生玩可以找到男朋友吗？我不知道，没问过他。哎呀，刚刚看到网球画面的一个攻击，好酷哦。好，我们最终的话呢是40位朋友一起来推的，然后剩余的时间呢剩下5分钟，所以真的大家真的变强很多哦，说不定有机会推未来会出的可能更强的地狱级、噩梦级之类的网。好，那我们就开一下吧。一颗，今天都开到三颗哎，今天总共都开到，哎呀，这个也是一个，啊，这三箱都开到一颗冰类而已，感谢感谢，哦，感恩，谢谢，哦，三颗，啊，靠，怎么会打靠三颗？好了，已经很晚了，我就进入到这边，下礼拜的这个公会副本再见啦，各位朋友，晚安愉快。拜拜。